手基本上实现我们期用长期来讲把基本面打好，有些团体打了三年还在空转。这是一场淡水河河川巡守志工培训的工作坊，虽然没有很大的排场，却意义非凡。由民间团体发起，结合社区、社团以及公部门的力量，正为淡水河许下美好的未来。在几天之间呢，感觉一下基隆河这条河流，大概过去差不多好嘛，两河不是去掉当代经验，那个50年、那个100年、那个200年，人在这里这条河流后来沉淀出什么样的印象？他们对地形、地景、地物跟他在乎的东西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好、哦，像自然是哪边啊？基隆河、新店溪与大汉溪是淡水河的三大支流，跨越台北县市、桃园县与基隆市，有将近500万人居住在淡水河流域。虽然它的流域面积是台湾第一，但是人口过度密集，造成河川沉重的负荷。水资源的使用，山坡地高度开发，行水区过度利用，而生活污水、工业废水却不断地排进河川。淡水河流域中下游的河段早已奄奄一息，了无生机。早期人们的生活仰赖着淡水河，船舶往返，捕捞鱼虾，饮水灌溉，人与河流是那么的亲近。现在随着都市发展，社会转型，河流被约束在高墙之内，变成都市的排水沟，人对河越来越陌生。一辈子在基隆河讨生活的阿伯，从抓鱼变成抓红虫，现在他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以前美好的图像。以前河的东西很多项，那时候有红虫，有红虫都让鱼吃了，鱼咬到了海鱼啊，入来较早做囡仔，阮伫落淡水落这干道这方面吼，要爬迄落花蛤啊吼，迄鱼啊，规个港跳甲乱去，船啊过甲遐，规只咱咧吐一臊，拢无头尾，拢下尾啊，下尾啊。我印象中在我们淡水哦，北部地区有18所圣堂，那包括像还有淡水河守护联盟，犹如黑暗中的一盏火把，替在边缘求生的河川寻觅到一线生机。去年4月，在全国社区大学研讨会中，台南社大的志工巡守河川的经验激荡出新的火花。去年10月，由台北地区16所社区大学以及几个民间社团共同组成淡水河守护联盟，陆陆续续又有许多团体加入，从更多元的层次一起来守望淡水河，一直在推动河川巡守志工的环保署也主动与淡盟接触，搭起互动的桥梁。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也是希望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了解这些公部门他们目前的工作方向以及他们碰到的困难。那在这个困难的部分，比如说是沟通上的，或者是资讯的传递，民间可以扮演一些什么样协力的角色？那我觉得，当彼此都清楚彼此的一些角色跟方向，我觉得这个的推进会比较好，而且是一个比较有信任关系的。从4月初开始，由环保署主办，民间协办，分别以淡水河、基隆河、新店溪、大汉溪为主题。由在地的社区大学举办河川志工培训的工作坊，借由这种公司部门合作的新伙伴关系，建立起对话的窗口与沟通平台。像我们河川巡守，我们不但清楚这个流域面的这个废弃物，我们还把它带到岸边做分类。那时候不知道说这个废弃物，我们要找哪一个单位反映，可以帮我们把这些废弃物清理掉。谢谢。这个静溪活动啊，或是静湖活动，在办活动的时候，不如我们台北市环保局联系一下，我们会请我们青年会员来配合，把各位所清上来的废弃物，当然资源我们就回收了，那一般没办法回收的废弃物，我们会请气队立即把它清理，送到文化场去。
报告。这次的工作坊主轴是基隆河，由基隆河畔的南港社大主导。他们在去年十一月刚成立河川巡守之工组织，虽然是后起之秀，却成绩斐然。现在已经有两个团体分别巡守大坑溪以及基隆河南岸的南港段。围着蓝色领巾的是今天下午导览大坑溪的河川志工。这几个月来，他们密集的上课，了解这条溪流的生态与文史，再从实地巡守的过程中掌握大坑溪的污染现况。这还好，都好天气，对，那下雨天的时候我们都穿雨鞋。再再看它的那个绿头鸭，因为上一站就是那个有猪的排泄物，然后这一站的话沉积，然后底下就有那个红虫。所以绿头鸭它的那个食物来源啊，这里是大坑溪的上游，因为开发少，还保有些自然的野趣。志工们把这里称为燕子的地盘，因为冬天有大群的燕子在这里飞翔。最近却发现，因为养猪场排放废水而滋生的红虫，竟然吸引绿头鸭前来觅食。这个水啊，那卵嘛，它就注入到这里了。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鸭子的地方，这边你看就这么多红虫，表示这个水体非常的优氧化。把它排下去，就刚才那个鸭子的地方。对。越往前走，猪排泄物的臭味越来越浓，这些废水就在山坡地漫流，最后流进大坑溪。沉淀池在这边，它有两个叫沉淀池，可能应该基本上那样的处理量是不够的，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就从这边排出来。因为它不要从它正门排嘛，正门比较容易被看到，它从后面排。它后面其实也有做一个沉淀池的，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看，那个沉淀池太小了，不够用。带我们看养猪场怎么排放废水的，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陈建志。他说这是乌贼战术，这些污染者不会知道是哪个人检举他，因为淡盟所代表的是一个团体，不是个人。因为社大本身的角色还是比较以教育推广为一个主要的核心啊，所以有时候在地在督促一些污染的改善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的确有一点，有时候容易陷入一个尴尬的角色，所以这时候也是为什么要有像淡盟这样的一个更上面的一个平台，或者是像包括一些民间团体这些角色，那就是反正我们也习惯扮演黑脸的角色嘛，那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些协力跟分工，即便在民间来讲啊，我觉得也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考量跟互相的关照跟体谅。那所以我觉得，大坑溪社造互助守护团体希望唤起更多在地的参与，再造人与河流亲密的互动关系，让大家一起来守护溪流，关心环境。而南港社区大学就扮演关键性的角色。我想这个社大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社区公共治理的一个平台了哈。那这样一个平台，它在一个情况下，比如说政府失能，或者说那个市场失能的时候，机能无法发挥的时候，那社大这一个新的平台，它可以做很多事，那包括这个土地的关怀，还有一些公共议题被忽略的，那大家人民束手无策的这种部分，社大很容易来做这种角色，尤其是像
我们这一次的这种河川守护的行动哈，透过社大的一个论坛开始，他把一些知识带给人民，人民开始有判断力，那有这个判断力呢，他们也想采取一些行动，可是这些行动怎么办？我们要 empower 的过程，就要把这个行动力的一个 know how 可以带得起来。社区参与河川保护的工作能发挥什么功能？北投东华里八仙郡河川巡守队也是淡盟的成员之一，队长是当地的里长，他运用社区原本的巡守队组成河川巡守志工，在巡守社区时同时守护这条水郡。另外，你这个都要叫人来处理哦。我等你一下。电线这样。照理来讲，一般的我们的水来讲是比较清澈，比较带有那个绿色那一种。但是现在今天看的话，有一点带乳白色，有乳化的那个现象出来。哎，你们这样巡多久了？我们应该是有去年十月开始，我们成立这个巡守队以后到现在，我们就是几乎是有空我们就来巡啊。那么我带照相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来巡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随时取样，只要发现污染的话，我们就把那个照片带回来，哦，照起来，然后就往上呈报这样子。我们就希望说把这条水沟能够做的跟能够像日本这样，如果没有像日本这样，最起码说我们要把这个水沟做得很干净啊，大家有一个这个比较优质的生活环境。八仙郡是清朝乾隆时期兴建的水郡，它从黄溪引水，最后注入基隆河。蔡里长笑着说，有一首儿歌的歌词说：“我家门前有小河。”我们这里是我家后巷有小河，蔡里长将它列为社区营造的重点，一场美丽的对话于是展开。他们从建立八仙郡的基础资料开始，包含历史、污染现况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。蔡里长不仅开了好几场公听会，来凝聚社区的共识，还开办工作坊，透过教育来提升居民的视野。当社区决定要营造一条生态的水郡后，便开始与公部门对谈。但是因为后巷有许多违建，如果强行动工，势必引起反弹，因此推动的过程要相当的细腻。这段较无争议性，较无讲有违建的问题。那我们就这一段先来做这个生态的一个水郡。这一段先做 model 来，以后大家看到讲哦，我们也要做这一段，那我们再100公尺，我们再跟这个以此类推，就做造这样的一个生态啊，工法下去完成。社区对公共议题的讨论逐步化为具体的行动，不但描绘出八仙郡未来整治的蓝图，也重新建构人与八仙郡的新关系。人与河的关系可能和解，也可能变得更紧张。河川巡守志工培训的第二天，来到四分溪做现场观摩。河的右岸有一个指标高度，那这个地方呢，看得到我们的水位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堤防就是这么高，
我们现在站的是在路面上，我们站是站在路面上，堤防有这么高，也就是表示如果台风季节来临的时候，这个山里面的溪水可能暴涨，可能淹过这个水面，那怎么办？为了保护大部分的居民，我们会在这个两侧路的两侧有两个铁栅栏，路的两侧有两个铁栅栏，也就是当台风来袭的时候，河水暴涨的时候，这两个栅栏是会关起来的。关起来的话，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全部都是水的流域了，就是水流河了。好，那附近的居民怎么行动？交通阻断了，那一头的人呢，就要翻过那一边的山，从戏子出入。那这一头的人从那里过去，这也是一个人与自然争执的一个着眼点。三面光的水泥河流，可以看出行政单位的思维，只把河川当成排水沟，却扼杀了它的生命。而高耸的堤防，更看出过去建制防洪体系的考量并不周全。四分溪再往下走，就接连基隆河。基隆河畔有一座著名的垃圾山，过去堆积的垃圾现在已经长出茂密的植被。从认识河流的过去与现在，展望未来，我们想要怎样的一条河川？终极的目标当然是希望像很多朋友，我们在跟他们聊到小时候的记忆，淡水河边跳下去就可以直接猛拉回来，傍晚就可以煮拉汤，我们希望是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儿时的美景能够再找回来。也许几年后，我们能在河上泛舟，在河畔嬉戏，在河中抓鱼，再找回过去河流的记忆。